Hello， 您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参加我的 LINE 贴图创作课程。 LINE 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的 APP， 除了文字讯息，贴图更是常被用来表达我们很直接的情感。我认为呢，使用贴图好处就是可以传达文字所无法表达的直接情绪，透过一个小小的图案就可以表达你内心真正的想法。虽然现在坊间的 LINE 贴图可以选择的空间不少，您当然可以购买或是使用免费的贴图，但是您一定曾经想过，如果可以自己制作贴图会有多好呢？所以我就先恭喜您，您的梦想即将要实现了。动手制作自己的 LINE 贴图，不但可以让您的作品被全世界人看见，还能够结合您分享他人，提升个人技能跟增加收入这三项好处，让您在睡觉的时候也能躺着赚钱，是不是很美妙呢？所以这个课程就是为您而准备的。在成立这个课程之前呢，我们先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却不敢尝试呢？我分析了原因啊，有几下几点。第一个，看书太疲倦了，看着书按部就班的做，你可能做到后面就已经忘记前面。第二个呢，老师的讲解方式您未必理解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最好的这个专业的技师未必是最好的老师。那专业的插画家呢，技术非常好，但可能教学步骤跳太快，就忽略了初学者的需求。第三个就是老师创作风格与您不同。市面上有很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教学课程，让您一样画葫芦的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作品。不过这东西毕竟不是您的东西，那你画了一个不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，您不会很开心，而且离开这个课程之后呢，您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，还是不会学，还是不会怎么样画东西，还是不了解。所以我很期待呢，透过这个课程有效帮助到您，让您可以完整又轻松的学会整个流程，建立您自己的 LINE 贴图聚宝盆。这个课程有几个特色，第一个，指导亲切。我个人相信心法重于技法，创作的根本是沟通，所以当您找到自己创意的源头，其实一切并不困难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深入浅出的教学技巧。我个人是国小美术教育多年的艺术老师，面对各种程度的小朋友，深入浅出的能力相对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我知道如何让学生从零到一百的教学方法，相信也能让您自然而然的学会各项创作。第三个，课程贴心，我会站在您的角度制作这个课程，尽力先把您可能碰到的、可能不懂的问题都先想过，再来制作这套课程。第四个就是持续的交流，我会成立脸书创作社团，与大家做经验交流。上完课程之后呢，也欢迎大家在社团中推广您自己的作品。希望藉由这个课程，可以让您不但学会 LINE 贴图的创作方式，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启发您与生俱来的创作自信，让您啊这个社会呢因为有您我而更加有趣。其实这才是我的开课心愿。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个影片，欢迎大家来报名这个课程。相关的课程资讯请看下方的文字介绍。如果您呢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使用课程留言板或是信箱与我联系。那我们开课见喽！